好，我们讲一下如何在 Scratch 2将积木切换成中文，然后放大。首先呢，你先把滑鼠移到地球的位置哈，点一下呢，会出现很多国的语言，然后请你指到最下方的箭头，最后一项就是正体中文哈，请你选择正体中文。那选好之后呢，哈，它的字还是很小哈，那我们要把它变大的时候，请你用手按住 Shift，好，然后呢，再点一次地球哈，那就会出现 Set Font Size，好，那你就可以改变它的字型的大小，好，这是13的大小。